家好，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关心市政做回来，我是蔡小军。说到基隆啊，今年度的最大盛事莫过于2022年的城市博览会。虽然城博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时间有所变动，但是我相信我们基隆市政府每一次变动就准备得更充分，而且丰富多元。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很荣幸邀请到我们的观光及城市行销处处长曾资文曾处长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跟大家来谈谈哦，这个城博碰到疫情的跟动，还有因应疫情的相关措施。欢迎处长。小军好，那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处长好。哎，说到城市博览会，最主要的三个元素就是海洋、我们的港市以及我们的历史文化，所以接下来带大家来看的是非常精彩的城市博览会。非常多元而且不同元素充满了活力的这一支宣传影片，我们要请处长来跟大家分享。好，谢谢。城市博览会在2022其实是众所瞩目，然后也大家都非常的期待，但因为疫情的影响，其实这次的城市博览会呢，我们已经从去年的10月延到今年的4月，本来在4月22号到5月2号，也就是现在那应该是举办的期间，那大家都非常的期待。不过大家可以看到，最近疫情的关系，不是只有基隆，而是各县市呢，大概现在因为 Omicron 的这个特性啊，所以这个疫情的部分呢，有让这一个好感觉上是升温，然后感染的人数也多了一些，所以在很多的指引跟因应的这个方式，如果还不是很确定的时候，那我们现在在这个时候举办城博会，当然也会有很多的担心。所以呢，即便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在疫情还有的这些防疫的措施，我们都准备得更完备，再来进行这个举办的这个部分。所以我们也就在前一阵子市长宣布把城市博览会从4月22号到5月2号调整到6月10号到6月19号这个期间来举办。那我想城市博览会当然是借由这个博览会的举办来告诉大家一个城市治理的经验，以及呢这个城市发展的愿景，从它的过去克服了一些城市的这样的一个限制，那我们怎么样让基隆能够在城市治理的这个部分让整个基隆能够起飞哦？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借由城博会来做一个策展哦。那大家刚看到的这个影片啊，其实蛮精彩的哈，我自己蛮喜欢的，因为它不是只是在宣布博览会举办的时间，大家仔细看，在这支影片里面呢，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孩子，孩子代表的是一个这个城市的希望哦。那用他们的舞动、流动，包括像滑板，甚至在我们看妈电鱼式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拖板车，那以整个流动的这样的概念，让整个城市用年轻跟活力来做一个串联，那把基隆特色的景点呢，全部都串联在这个影片里面哦，也就是宣告着我们的2022的城市博览会的这些精神哦。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呢，当然也很遗憾不得不宣布要延期，但是我相信在延期了之后，在这段期间里面呢，我们除了积极的这个策展跟布展以外，那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怎么把整个防疫的这个部分来做得更完备。真的就是听完处长分享这一个防疫延期的考量哦，因为从我记得从应该是从去年吧，十月
二号开始，然后因为疫情，我们就再延到今年四月，本来就是现在，然后现在又在延六月。但我相信每一次延都会有更好的充足及准备。那我就要请教处长了。过去从去年疫情期间，市政府团队在兼顾振兴观光跟防疫之间有什么样的平衡及调整？好。那我想，其实我也来上过多次的节目，都有提到哦，几个我们城市博览会举办的这个特色哦。其实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是以整个城市的规模来做一个策展哦。那城市博览会的这个策展呢，不是局限在某一个展间而已哦，而是以整个城市的规模。那我们有三个主展区跟一个副展区哦。那三个主展区最主要的一个就是我们的A 的国门展区 ，B 就是以正滨渔港的部分作为 B 的这个正滨的这个展区。那在西展区的部分，就是以海科馆作为策展核心的西展区哦。那另外还有一个副展区，就是以文化治理，包括我们的要塞司令部、要塞司令部官邸跟这个沙湾文化园区哦，整个这个作为一个 K 的副展区哦。那这三个主展区跟这个 K 的副展区呢，哈，我们希望能够整合了包括很多城市治理的经验，以及我们的这个整个这个景观的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发展的一个亮点哦，来做一些策展或者活动的办理哦。那当时我们是以港口文化海洋哦这样的一个这个主题来呈现整个基隆的多元跟它的美丽哦。那这个部分呢，我们也希望预计能够吸引100万人以上来参观哦。那当时我也提到，就是整个我们的城博会呢，其实我们有几个主要的亮点哦。第一个就是以城市的规模作为策展。第二个呢，我们会有水上观展的这个经验哦。那我想，基隆作为一个港口的城市，也作为一个国门的这样的一个城市哦，其实港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点哦。那我们过去呢，很难得可以从基隆港，好，在这中间呢，以这个船的这个概念呢，哈，来做一个这个就是看展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哦。那这一次呢，我们特别在城市博览会里面呢，规划了这个水上看展的这个部分，怎么样搭船从基隆港出发到正滨渔港。然后呢，可以在这个水上呢，透过这个船只的航行来观看这个城市以及我们所策的展哦，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这样的一个经验，也是我们这次很重要的策展的亮点哦。那第三个部分当然就是我们的夜间观展哦。我相信小军这边也准备了很多我们的这一个光雕的影片，等一下会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哦。那我想夜间看展呢，其实我们这次的博览会从早上的10点到晚上的这个6点哦，那这中间是我们日间的看展的时间。那我们的夜间观展呢，是从6点半到9点半哦，所以包括我们的光雕在 A 展区有这个精彩的光雕秀，在 B 展区也有精彩的光雕秀。那在西展区呢，哈，海科馆这边也准备了非常这个漂亮的光雕展演哦。那透过三个展区的这些光雕的展演呢，哈，来呈现一个夜间看展的这样的一个独特的经验哦。同时呢，我们也在 A 展区呢，除了围绕着基隆港的这个部分有很多的策展跟活动以外，夜间也有活动做一个延续哦。同时呢，哈，我们也有这个太平山城，包括我们的 Kilong 地标的灯光表演哦。所以我想这些都是非常独特的这样的一个夜间观展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哦。那刚刚有提到说，这么的一个精彩的这样的一个城博会，还有它非常具有特色的这样的一个策展哦。那我们从这个去年到现在怎么兼顾观光跟防疫哦，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哦。所以我们也积极的思考，就是包括在我们的展区的遵循中央的这个指引的部分，包括怎么样让进来参展的人呢，哈，在这个过程里面注意到个人的卫生健康，包括一定要戴好口罩，那另外还有就是随时的清消，还有测量体温哦，这些我们都会按照指引来
进行哦，那也维持一个通关的这样的一个顺畅。另外呢，我们也会来思考，就是如果是在户内的、室内的这个展览呢，我们是不是会在人流的部分来做一个管控哦？因为我们预估大概会有100万人的这样的一个参展哦，那参观展览，那我们在思考说，在这个室内展间的部分，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把这个整个室内观展的人数来做一个降载哦？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现在也还在研议哦。那所以我们也希望说，让大家可以安心的，那也快乐的、开心的来看展，那同时呢，也让大家能够很平平安安的来看展，然后健健康康的来看展。真的，看展这件事情是我们大家都好喜欢的事情，有很多朋友也跟我分享，哎，来看展很期待基隆的城市博览会。那刚才说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的智慧观光，还有我们的线上观展。其实基隆市政府这几年来，他们做出了非常亮眼的成绩，而且还把它拍成影片，重点是行销到世界各地去哦。要先带大家来看看，我们已经行销到欧洲的我们的基隆之美，最潮的台湾味。之后就想到了好多的气味，因为这都是我们基隆的气味。现在其实只要坐高铁来，就可以来尝尝这些气味，最欣赏最美的基隆。我要请处长来跟大家分享高铁假期。好，
那我想，基隆的气味，从刚刚那一支影片可以看到哦，其实基隆有很多的面向哦，不管是面对海洋、海浪的气味，或者面对历史文化、历史文化的气味哦，另外还有，当然还有鼎沸的人声哦，像夜间的咖啡店哦，那我想呢，这些呢都是属于基隆最独特的。另外也可以看到我们包括我们的基隆地标哦这样的一个光影的气味，另外还有呢包括我们的正滨渔港的色彩屋、彩色霓虹的气味，这些呢也都是属于基隆的特色哦。所以我想这么一个有特色的城市呢，其实也是一个旅行的一个选择的最佳的一个地点哦。那过去呢，我们当然在高铁的假期的部分呢，并没有包含到这个基隆的这样的一个景点哦。那我们这次特别呢，跟高铁来做一个合作，推出高铁假期哦。那当然在这个过程里面，除了也把基隆的景点包装进去以外呢，哈，另外我们也有搭配了这个城博会，有这个城博会限定的这样的一个游程。所以呢，高铁假期这一次特别推出了 A、B 的这个套装的游程哦。那在我们的这个 A 套装的游程呢，特别把城博会也把它包装进去哦。所以未来南部的朋友呢，他只要搭着高铁到台北，接着搭国光号的部分到基隆，就可以参加包括像基隆屿的这个船的这样的一个游程，或者是到我们的这个城博会来观展哦。那这些呢都是非常特别的一个跟高铁合作的高铁假期的游程。是，所以真的就是推广旅游，真的市府尽了非常大的心力，无怨佛界。当然，你做从南部来，或者是你从其他地方来，基隆慢活探索的过程中，往港边一看，就会看见黑鸢飞翔。接下来呢，就来带大家来看看我们的告白基隆。来去来去飞关关，囡仔中状元。来去来去飞家家，囡仔金做白。来去来去飞过山。我们这里的发展快要有400年了哦，有很多很多国家的人来到这里，有西班牙，有荷兰，日本，美国。他们全部都有来过这里，而且留下很多很好玩的东西。因为我们前面就是大海呀，所以每天都有新的东西来到这个地方。但不管来了什么，只要来到这边，都会变成美丽的水花。虽然这边很常下雨，但只要听到雨的声音，就很好睡觉。虽然这边一直都有海风的味道，但闻到这个，我就想到妈妈煮的海鲜。我们不知道明天会有什么来到这边，但我们都知道要怎么样去迎接他们。用我们的坚持，用我们的热情，我们的色彩，我们的温度，我们的全部。来去来去飞过山，囡仔紧做官。来去来去，恁也飞起来，大家天顶拢发财。真的来基隆，真的要住上一天以上，你就可以感受到最棒最美的基隆，把心留在基隆。那当然，市政府对这个旅社合作这部分也做了非常的广阔，而且在这一次城博会更厉害了。我们要请教处长，这次城博会推出了这些全新的游程，包括我们的高铁假期。其实我们就希望说，光是只有看展呢，那我想还有包括我们的景点呢，一天可能是不够的哦。所以我们也积极的扩大整个住宿的一个能量哦。所以这个部分，我们特别跟新北还有跟台北的这样的一个旅宿业者来做一个串联。所以除了基隆本身的这一些住宿的能量以外，
我们也透过跟新北跟台北的合作，然后去找了这个饭店以及相关的商家，总共有205家来加入这次城博会的这样的一个游程哦。那也希望让大家有一个比较轻松，然后有一个比较宽裕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呢，哈，来畅游城博，但也畅游基隆哦。那我想在这边我特别也要提一下，就是这些合作的店家呢，哈，我们也设计了这个活动识别的贴纸跟海报哦，所以未来只要看到是城博会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识别的这样的一个贴纸哦，那也就是跟我们有一些合作的这样的一个店家，也是我们推荐的店家哦。那我想除了这个以外呢，我觉得在城博会我们也因应这个防疫的部分呢，我们特别也规划了这个智慧观光的这个部分哦。那智慧观光的这个推出呢，哈，其实我们从去年开始呢，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也推动这个所谓的零接触的这样的一个商机哦。那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个电子化的票券跟以这个手机的这样的一个智慧的这个手机的这个系统呢，能够做这个电子商务支付的这样的一个商机。所以我们辅导了在地的商家哦，导入整个电子的票券的服务，那希望能够扩大旅客使用行动支付的这样的一个范围。那我们也推出多项的优惠措施。那这一次呢，除了这个零接触商机以外，我们能够轻松的使用手机来进行消费以外，我们这次搭配城博会呢，更也推出了最近最夯的一个概念，就是元宇宙的概念。那这个元宇宙的概念呢，我想也是这一次我们城博会一个很重要的特色。也就是说，其实你可以到现场来看展，你同时也可以透过线上观展的方式了解整个城市博览会我们策展的一个内容。那这个部分运用元宇宙的概念呢，打造了一个线上观展的体验。同时呢，我们以这个 AI 智慧呢，会推出整个这个导览的这样的一个主播，所以未来我们会在这个网站里面呢，哈，你也可以透过这个手机或者是这样的一个电子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呢，就可以看到整个城市博览会我们的 ABCK 展区的这个策展哦。那这个是一个全新的一个规划跟这个观展的一个体验。对，这观展体验真的很特别。当然，如果你真的人到现场的话，就要带告诉大家到底基隆有哪些景点拍起来会特别漂亮。接下来带大家来看我们的网美基隆。
基隆真的好美哦！刚才完美的基隆这一部影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基隆的点都是亮的，都是让人家心在这里的。但是说到这个疫情突如其来的来，大家都没有想到，但是团队在经历去年的疫情之后，也做了非常大的调整。要请教处长来分享，面对今年疫情有什么样的变化跟应对措施？是。我想面对这个疫情的冲击哦，百工百业都受到影响哦。那我觉得在观光业的部分受到的冲击更大哦。所以在这个部分呢，当然我们也积极的去辅导了我们的业者哦。那我们希望能够以这一个协助观光业者循序渐进，然后永续经营的这样的一个措施哦，让大家来因应在疫情冲击下的这样的一个观光哦。所以我想店家我们也设立了非常多遵循中央的一些指引，同时也有一些振兴的措施。那我们是希望说让业者能够也安然的度过这一波的这个疫情的冲击哦。嗯，就是要让大家来基隆玩的同时都可以放心的住进旅店。接下来呢要带大家来看基隆市政府有最严格及完善的防疫措施及配套。据防疫旅馆部分，刘昌表示，针对春节入境民众，将增加公费快筛次数，也会定期进行联合稽查。1月11号还会举办专案稽查，检视防疫旅馆的通风空调设备。相关的一个防疫旅馆的一个加强的作为哦，第一个部分是强化入境民众的一个监测作为，啊，也就是针对春节检疫入境的民众，增加入境之后。公费家用的快筛频率，那原本是会在第十天来进行公费的快筛，那我们现在是在第三天以及第七天各增加一次的快筛的一个筛检。另外呢，也对于返家居家检疫来进行加强的一个查核，违反相关规定者将加重裁罚。此外，我们在一直防疫期间，我们原则上是一个月会针对我们的防疫旅馆来进行一次的联合稽查，提升防疫旅馆员工防疫力。除了要求所有员工完成第二剂疫苗施打，目前也已经请卫生局安排第三剂疫苗施打，希望能够加强防疫旅馆工作人员的防护能力。最主要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安心的来基隆旅游，因为在基隆住宿是安全的。我们要请教处长，在这当中其实做了很大的努力跟协调。其实我想我们的基隆的这个旅宿的这个住宿的规模，其实不是算很大了哈。那我们有37家的合法的旅宿的这一些部分哦。那我们现在是因应着疫情呢，每个月我们都有派专人到37家的合法的旅宿去做相关的现场防疫的宣导以及这个访查哦。那希望来辅导旅宿业者能够落实中央以及基隆市政府各项的这个防疫的措施哦，包括我们知道的都一定要戴着口罩，然后另外还有就是要协助旅客量测体温跟消毒，以及十连制跟勤洗手啊等等这一些相关的防疫措施哦。那另外，如果饭店呢有一些附属的设施，包括餐厅啊，或者是这个游泳池啊、卡拉 OK、三温暖啊等等这些哦，那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加强这个清消跟管理的这个部分。所以，我们每个月呢都会有这个专人呢到这个旅宿来做一个宣导。那同时呢，现在呢。就是在基隆的这个整个疫苗的施打可以说是居各县市之冠哦。那我们的旅宿业者呢，这些从业人员其实老早就已经都打完第三剂的这个疫苗了，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把整个完整的这样的一个配套做好，提供给大家安心的旅宿的环境，同时也让我们的旅馆的这个从业人员呢是在一个安心的这个环境之下工作。是真的，来基隆玩其实可以放心了，而且在基隆玩有哪些美食、哪些特色，要带大家来瞧瞧，一块来看旅行基隆。
真的就是要来基隆好好的玩一玩，而且基隆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和平岛还有我们的基隆屿。在基隆市政府努力的建设之下，基隆屿今年很不一样，百变基隆。我们要看看到底有什么样的特色，我要请教处长。好，基隆屿呢，其实从开放之后，恢复开放以后到现在，其实每一年都受到大家很多的这个欢迎哦，很多游客都想要来登岛看一下它的风貌哦，所以每一年登岛的人数都蛮多的。像我们去年的话，基隆屿即便是在疫情期间，我们好像封岛了一段时间哦，但是去年基隆屿的统计呢，还是有50,726人来做一个登岛哦。所以我们今年呢，4月1号开放以后呢，到这个预约到5月25号，已经有23,000多人的预约哈。所以这个部分，当然我们在疫情期间，我们也积极的辅导店家来做一些防疫的措施哦，包括这个防疫的宣导的这个解说，另外还有就是也派专人来加强来督导船家落实相关的防疫的这样的一个措施哦，那也加强一些公共场域的这个清消。所以我想基隆屿的这个部分呢，哈，其实是一个基隆的这个观光的亮点哦。那这个时节呢，哈，基本上会有这个野百合，也就是铁豹百合的这个盛开哦。另外到6月的时候，应该会有，就暑假的时候会有金花石蒜哦。所以我想在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生态保护非常完整的一个岛屿，所以呢，也这个受到大家的欢迎哦。那我想目前呢，基隆屿的部分今年当然还是一样是4月1号就开岛了哦，但我们这个开岛之后的游程稍微有一点点的变化，因为基隆屿它的这个我们登山的步道在去年已经整修完毕哦，但我们今年的这一个步道的部分呢，是做这个临海线的这个环岛的这个步道哦。那这个环海的步道呢，哈，目前在整修中哦，所以我们的环海步道是没有办法去走的，但是登山的步道是可以正常的，所以我们在整个游程的规划上也稍微做了一些调整哦。那我们预计在6月1号的时候，希望能够把2合1、3合1跟4合1的这个行程都可以来做一个恢复哦，然后让大家不仅仅可以登这个基隆屿的这个灯塔，基隆灯塔，同时呢也可以走这个滨海步道，观看这个绕着这个岛很漂亮的一个景色哦。那我想在基隆屿的部分，除了我刚讲的有很多这个很漂亮的这样的一个生态以外，其实我们在去年也增加了这个打卡的亮点，所以很多好朋友登基隆屿以后，他就会来跟这个拍照的这个亮点呢哈打卡一下，然后有些朋友就会登岛成功，对，我登岛成功的一个证明哦。那登顶呢，还有登顶的这个证明哦。那今年我们特别也有一个证书哦，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呢，也欢迎大家来登基隆屿，同时呢，也可以把这个登顶证明呢哈带回去。真的，真的好好玩哦！而且你知道登顶之后，你往对面看就是我们漂亮的和平岛。和平岛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风情，我们一块来看看在地青年的创意打造。2018年，来自不同领域的在地青年共同打造和平岛公园这块地方品牌。在年轻团队的努力之下，2020年和平岛公园更获颁亚洲唯一取得 ISO 20121永续认证的国家级景点，并走入社区与在地居民携手合作，传承百年文化。这里就是阿拉堡湾，是我们基隆人的秘境，也是我们全世界最佳日出的观测点。
们的材料有果冻皂、玉米粉，然后以及天然的色粉、姜黄粉、抹茶粉，还有金盏花等等来做手工皂的材料。我在这边做造型呢，可以结合这边的地景，这个是蜂窝岩。那我们透过天然的材料呢来做这个手工皂，那也是对环境尽一份心力。常常会把就是在海洋中的垃圾呢打到我们这边来，那我们就要花很多的时间呢去整理，然后希望可以让这边有一个干净的环境。那我们每年呢都会有办理很多的净滩活动，那透过这样子的活动呢，我们也会邀请在地的伙伴一起来参与，那希望呢让大家看到这些垃圾呢，可以从自己自身来反思自己的习惯，那希望可以减少一次性的垃圾产生，对地球更友善。其实和平岛是会让你不想离开的一座岛屿，我们有天然的无边际泳池，我们有很棒的世界级的地质景观，我们有很棒的一些体验的一些活动，是会让你一年四季都会想来的一座岛屿。和平岛真的很漂亮，而且是很多单位他们想要举办路跑的一个很重要的场地。知道我们基隆其实今年有个亮点，就是绿能马拉松，不过因为因疫情也做了时程调整了，我们要请教处长。好的，其实这一次受到疫情的影响，不仅仅是城市博览会延期到六月举办哦，原本在4月9号要举办的这一个马拉松呢，也被迫延期哦，那是延到这个7月2号来作为一个举办哦。那这个马拉松呢，哈，就基隆绿能马拉松这个活动呢，由台湾体育运动竞技协会来这个团队来主办，那由基隆市政府来担任这个指导单位，其实已经筹办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哦，那报名的人数也高达了3000多人哦。那这个跑马拉松的这个时程呢，哈，包括有分为4.5公里、还有10公里跟21公里，总共有3组哦。那其实跑经的地点呢，哈，是从我们的这个潮境公园起跑，然后会经过我们的这一个海科馆、八斗子渔港、碧沙渔港以及海洋大学，还有刚刚看到的这个和平岛。另外还有镇滨渔港色彩屋跟沙湾历史文化园区哦，那整个串联了基隆的这一些观光的景点哦，那我想这个是一个很也是第一次的尝试哦，串联这么多重要的景点的一个马拉松哦，所以我们这次呢延到这个7月2号哦，3000多位的跑者哦报名来做一个参加，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到了7月2号的时候疫情稍缓，然后让我们的这一些马拉松的跑者呢哈，真的可以畅游我们的这个山海城的这样的一个绿能马拉松。真的就是这样子跑过来，你知道跑到终点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就是我们城际转运站。你知道城际转运站串联了国门广场、海洋广场以及我们的东岸游轮广场，让游客有不同的散步休闲空间。我们一块来看看这翻新的城际转运站。在基隆火车站新站南出口与北出口铁道上方新建的基隆城际转运站工程正在加紧脚步进行，整体进度已经超过80%以上，预计会在2022年2月底完工。基隆城际转运站的新建不只是为了基隆市民的通勤需求，更是未来台湾的国家门户。所以我们的城际转运站并不是像大家过去想象的是要把基隆人载到台北去上班，我们的城际转运站的规模其实比我们自己需要用的还大得多，就是希望未来要去承接包括我们商务的客人、邮轮的旅客，还有甚至包括未来的西岸的会展的旅运智慧大楼会展的这些交通的一个需求。所以不只是基隆很重要的一个交通建设，其实未来也会变成是进到大台北首都圈里面重要的一个交通。
新建中的基隆城际转运站建筑主体共有两层楼，外观以玻璃帷幕呈现透视现代感，内部配置国道客运13席转乘席，市公车月台12席，因应基隆多雨的气候，特别盖了一个15公尺高的候车大厅，候车顶棚结合了钢材与木材的设计，相当气派。那一个候车顶棚的设计呢，它是由非常多支的一个钢柱，同时呢，我们这个钢柱哦，不是一个滴滴啦，这个钢柱呢，其实是有开花的设计，所以未来这一个整个候车顶棚也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建筑。新建的候车大顶棚与转运站空间会以空桥把基隆旧火车站串联起来，同时补强结构、拉皮外观，让旧火车站呈现全新样貌。而一旁台铁的雕花雨棚也保存了下来。这一个兼具了过去历史的发展跟现代的一个建筑的一个城际转运站的特色，未来会扮演一个很重要的基隆的这个转运的门户跟枢纽。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就可以有不管通勤族也好，或者是我们的旅客、我们的观光客也好，甚至是我们的游轮的客人来到这个地方，他就可以享用到非常方便的一个转乘。而户外广场还设置了大型公共艺术“山海明光”，将成为基隆市区最受瞩目的新地标。山海明光是我们在城际转运站的一个公共艺术。那未来它不只是在夜间会做这个灯光的一个展演，其实它还有包括音乐。那未来会是定时然后定点会做灯光跟音乐的演出，我想这一点大家可以期待，我相信会让大家耳目一新，而且这个是在台湾其他的城市可能都看不到的。城际转运站广场将会串联国门广场、海洋广场及东岸游轮广场，让游客来到基隆享受友善的散步空间。基隆城际转运站不只是城市翻新的一大里程碑，同时也将是国家门户蜕变更新的具体。哇，可以看到这个具体的我们的城际转运站真的不一样，因为它是我们城博会 A 展区的很大的一个亮点。而说到城博会，相信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努力跟打造，一定有不一样的内容，我们要请教处长来跟大家分享。好，其实刚刚看到的这个城际转运站呢，位于我们 A 展区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场域哦。那这一次我们 A 展区的特色，最主要是要呈现整个基隆市中心哦，这个临港的这个市中心的部分呢，哈，怎么样透过这个市政的建设的一个整个翻转的改变哦。那同时呢，内容也聚焦在整个基隆的这个翻转哦，翻新。那包括文化的治理跟市民共创了这些核心的内容哦。那同时呢，我们也希望串联整个山海城、港城丘这样的一个概念呢，哈，然后来做一个策展哦。所以我讲我们 A 展区的这一个策展的范围呢，哈，包括西二仓库，我们会有一个主展馆。那包在我们的这个城际转运站的，我们原来保留下来的这个火车站的旧站呢，它也是一个旧火车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策展的场域。那刚看到的这个城际转运站呢，在新转运站跟这个旧火车站中间这样的一个候车顶棚，就是这个大顶棚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场域哦。那同时，其实这一次呢，我们也结合了这些光雕的这样的一个展演哦，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城际转运站有一个新的艺术品叫做山海明光哦。那山海明光是由设定一些展演的城市，它会随着整个设定的城市去做不同的变换跟展演哦，大概有7种的这样的一个展演的这个形态哦。那除了整个城际转运站的这个公共艺术品的这个山海明光的这样的一个点亮哦，也象征着整个这一个城际转运站的这样的一个未来的一个跨科技跟创意创新的这样的一个公共艺术。那另外呢，我们当然这一次的城市博览会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这一个光电的计划，也就是我们的光雕的展演哦。那这个部分呢，我们也希望透过整个光电艺术的这样的一个元素哦，来结合灯光，还有这个照明设计以及建筑光雕
标呢，这些方式，那重新来诠释基隆的这个山海城哦，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丰富的人文的底蕴跟这个观光的量能哦，所以我们目前规划了两支这个光雕的影片，然后会在这个文化中心来做一个展演。那这个也是我们在这一次城市博览会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展的一个特色。是真的，这个光雕秀真的超厉害、超好看。你去任何大型的先进的城市都会看到一块。我们来看看这一次的水仙影光雕秀。哇，这光雕秀真的很精彩，除了我们的 A 展区，其实 B、C 也都很精彩。继续请教处长。好，那刚刚看了这个 A 展区哦，我们除了这个城际转运站，然后西二仓库主展馆，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山海明光跟这个文化中心的这个光雕秀，那除了这个以外呢，其实我们还有 B 展区跟 C 展区哦。那 B 展区我们以正滨渔港哦，从正滨就正滨渔会大楼，然后一路延伸到正滨渔港，串联到和平岛公园哦，这个是我们最主要在 B 展区的一个策展范围。所以呢，这一次特别结合了这个已经举办非常多年、已经有规模的这个潮艺术哦，以正滨旧渔会大楼呢来做一个策展的核心。那同时呢，也结合了这一个我们最新才刚完成的一个服务河的工程哦，就是我们的旧正滨派出所。那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场域哦。那在它的这个派出所的后方，它有一个广场。那我们在这里会有一个属于基隆味的这样的一个市集哦。那以这个面向国际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呢，把很多不同元素的，就是相关的这样的一个美食的各国文化元素的美食哦，那在这里做一个这个策展跟市集，所以这个地方呢也是精彩可期。那当然呢，除了这个以外，我们可能还记得在前年的时候，我们有举办这个海派浪漫光雕秀，以非常精彩的在地创作打光雕在我们的这个彩色屋的这个上面哦。那这个部分呢，当然有很多的在地的一些元素呢。今年呢，我们又更新了这个内容，结合在地的艺术家的创作，我们再次的重现了这个海派浪漫这样的一个光雕的展演。那这个也是 B 展区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那C 展区的部分是以海科馆作为轴心哦，那往北到潮境公园，往东到望海巷的这样的一个渔港哦。那这个展区的活动呢，哈，其实除了海科馆的这个主题展馆以外呢，其实也搭配了各项的活动的这样的一个搭配哦。那我们希望把整个 C 展区跟海洋密不可分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来做一个策展，那同时结合了潮境海洋智能馆以及呢，这个整个风光渔海的里海生活节呢，来串联这个展区的一个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那我想这个部分呢，当然以海科馆作为这个核心哦，也有很漂亮的这个光雕，所以这个三个展区呢，其实是城博会一个非常重要的三个亮点的展区。哎，说到这个 C 展区，一定要带大家来看看那个水准原点的光雕秀，由我们的海科馆提供。
哇，这可以看到我们的 C 展区其实有很精彩的光雕秀，每一个展区都有。当然，我们还有一个展区叫做副展区 K。它的范围包括了哪些？请教处长。好，这个副展区其实要展现的是文化治理的这样的一个面向哦。那我们知道这几年呢，其实基隆市政府投入很多文化建设的经费哦，蛮多的。尤其是我们大基隆历史场景，其实把整个基隆呢，这些历史场景做了很多的整理哦。那我们这次的这个副展区呢，哈，是包括了沙湾历史文化园区跟这个要塞司令部哦。那这个部分呢，我们的这个活动呢，是透过了这几个这个园区里面呢，哈，办理了相关的这个表演的活动，包括山海之光剧场的表演，还有呢，包括要塞司令部的多媒体的这样的一个互动策展，还有互动式的亲子活动，另外呢，还有沙湾的这个艺术装置的这个陈设，另外也有这个艺术家进驻的工作坊啊，另外还有胖卡的餐车也在这个沙湾文化园区里面哦，所以这一个展区，这个副展区。其实要谈的是一个文化治理的经验以及它的成果的展现哦。那我想这次的城市博览会呢，其实最强调的就是城市设计力哦。那我们各展区都有不同的这个特色，那我们以丰富的文化底蕴来作为一个基础，那以设计跟都市计划来作为创造未来城市的这样的一个手段哦。那同时呢，也作为希望能够作为未来城市治理的一个典范哦。那我们这次除了主展馆以外呢，其实我刚好提到我们的大顶棚的这个部分呢，我们的旧火车站呢，其实是由一个这个联合事务所的这个概念呢，哈，也就是众志成城。其实一个城市的改变呢，并不会是只有一两个人，而是一整个团队哦。那尤其是在整个经过这么多的这一些设计的这样的一个力量哦，来改变这个城市哦。所以我们以时代基隆来做一个联合事务所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的一个核心的概念。那我们希望这次的这个博览会是一场集众人之力，然后也是全体参与的这样的一个展现哦，希望为整个城市注入一个这个再造的这样的一个活力哦。那我们透过这次的城市博览会，让大家看到了我们的投入，同时呢，也希望透过这个博览会来看到未来城市发展的一个愿景。哇，真的好棒哦！真的非常谢谢处长哦，今天带我们来看见用设计力改变基隆的成果。2022年的城市博览会虽然在疫情的冲击下，依然是不改初心，强大的市政团队还有策展单位，将展现基隆最好的一面，带大家看到台湾头的美好。感谢处长，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次见喽，拜拜。拜拜。谢谢。